我们继续去到横店紫极宫星际二深宫祭一众演员的拍摄情况，有什么好看？看到黄星颖都流口水了，原来是深宫祭的男子组终于要脱了。这天横店终于雨过天晴，马国明带着剧中饰演龙武军的四位猛男一起秀肌肉兼湿身，非常养眼。星颖 BB 还大爆他们为了这一幕足足苦练了5个多月。我就是从那个大门口进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些我们的男生、男演员，他们就是龙武军，他们今天就是要脱。哎呦！我就一进来，哎呦，有东西看嘞！我都迫不及待去，就看到，哎呀，流口水。流口水啊！看到男生就流口水了，你哎呀，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他们就是已经很辛苦了，5个月了，我们拍了。他们这一场戏就排到最后去拍，哦，所以说他们5个月来都一定要很努力的练习啊，跑步啊，吃很少的东西，所以说他们就是很辛苦了。但是我看到他们今天的成果，真的很替他们高兴的。对。除了大饱眼福之外，星颖 BB 更跟马明上演一场超近距离的对望戏份，见到星颖 BB 心如鹿撞，笑得很开心，就知道他们有多甜蜜了。星颖 BB 还透露有望跟马明骑同一匹马，真的是想起来都开心死了。听说的，他们正在考虑哪一场戏，就是你跟马明一起骑嘛。对对对，他也会吗？他应该会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应该如果要摔下来，他应该会救我吧？我不知道哎。那是一个考验来的。对，摔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应该要先保护你，还是自己先摔下去啊？可能我就比较稳健一点。对，在上面。对，其实我小时候有想过去学的，但是我爸爸就觉得太危险了，所以就没有那个机会。嗯，那可是现在你可以跟爸爸说，因为我拍戏嘛，也需要我要学那个骑马的技术啊，所以要你学一下这样。我想的，但是。其实我现在年纪大了都会害怕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吧？不会吧？如果有人在下面扶住我了，就 OK， 我觉得 OK 的。但是如果是我自己要骑的话，给我2-3个月应该 OK 的。另一场戏里面，马明就跟萧正南一起参见皇上马俊伟。马仔骑着一匹白色的马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白马皇上啊。马仔还透露，这次有机会再过骑马瘾，也是多得剧组特地加戏。他还大爆过往骑马的经历，真的是很惊险啊。拍那个勇往直前的时候，因为我要在那个马场里面跑里面骑，那匹马呢是刚刚退下来的，所以它火气还是很大。对。然后我们一 roll 机，然后 action 呢，哇，它这个加速跑得非常的快。然后我就已经骑不稳了，我就整个人拐下来，然后怎么办呢？你我就用力抱着他的脖子，然后用手抱着他脖子，然后用脚就勾着他。要不然我肯定会摔在那个地上。可是感恩没事。感恩没事。这些都是经验来的。对，可是不管怎么样啊，我觉得就算是你会骑马，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嘛，行船跑马三分险，就是你做什么行业？做什么行业其实都有几分危险。对。特别是骑马也是，不管你是熟不熟，你熟练也好，都要多加几分注意。对。虽然马仔说在横店拍摄的相当开心，还有机会在这个东方好莱坞打首映，很威风。不过一到这里他就敏感发作，非常辛苦啊。我的鼻子过敏一直没好。对。我因为可能这边这个空气跟香港的不太一样。其实已经好多了，可是还是得要回去，然后再吃点那个过敏药。对。这样不过我觉得值得的，因为今天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，就是打手印的仪式啊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挺有纪念价值的。对，作为一个演员，然后横店我觉得有我们就是中国的好莱坞嘛。对，我觉得有常常会在这边然后打一个手印，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一个事情。对，另一个可以在这里打手印的还有陈伟啊。而这天是伟哥杀青的大日子，虽然拍到傍晚又开始下起毛毛雨，不过可以在雨中骑马的他就说感觉很好，超享受啊。因为伟哥很久之前就已经很喜欢骑马了。
跟你骑马，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开心一件事。其实我是很喜欢动作的，从我90年代开始，那时候我也曾经是一个打女，对很多动作都喜欢自己去表演。骑马是有学过一点点的，但是主要都是拍戏的时候骑，然后那个胆量练出来了就喜欢。可是我知道刚才原本都没有安排你。对啊对啊，因为他们很保护我们演员嘛，如果有真的有什么意外，尤其是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，可能会地滑或者怎样。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信心，我就可以让而且虽然已经你说我杀青了，我可以试一次吗？只有试一个就好了。对，然后就跑了好几遍的，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个角度给他选择，那就整场戏会更加圆满。